好棒啊，真的有什么感觉。好奇怪哦。OK， 这样比较好看。我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正在播音乐。Hello， 大象山你好。Hello， 谢谢大象山分享直播间。Hello， 兔女郎，谢谢大象山送的浴衣。Hello， 桃瓦哥你好。Hello， 高级教徒阿登，我又来。Hello， 六哥，大家 Hello。今天睡起来头发很奇怪，你们知道是哪里的奇怪吗？是因为我不是，就是我有离子烫，但是今天离子烫就是有点曲折，就是有点夭折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今天起来就是整个人像那种现在烫过头发那样。你看它这就是有点夭折，有点曲，不是直的，超奇怪。今天就很像一个炭王卷发的一个人，因为整个都是蓬的。谢谢大家送的星梦应援棒 ，Hello， 我是李笑笑。告诉你，今天呢，我有很多事情想跟大家分享。因为呢，就是这次的六日呢，就是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谢阿米送的我来签到。星期五是吗？星期五我做，星期五还没有做，星期六的时候行程比较丰富。星期六先做什么？断考快快，没有了。六日呢，首先就是这次我去逛了高雄的草芽道，对，高雄的草芽道，就是已经很久没有逛。我那天跟我弟是跟我弟一起哦，然后我们就逛了4个小时。其实那天真的是整个很丰富的一天，就我跟我弟逛了4个小时。其实那间店之前有跟我妈逛，大概1个小时、2个小时就可以逛，可是因为太久没有去，就有一些新的店嘛。然后一开始就是因为我弟也很喜欢，就想玩旋转木马，然后呢我就先看着他搭了个旋转木马，因为他其实有很多游戏，然后原本我想玩，因为我记得他的那个器材就是比较贵一点，所以我他就没有进去玩。然后我们就先去看一些什么衣服啊，因为最近想买一些衣服啊裤子，结果到最后都没有。Hello， 陈佑英 ，Hello， 勇哥，谢谢勇哥送的玫瑰。Hello， 的谢谢勇哥送了10个玫瑰。这样，结果就是看了一些，因为我最近想买一些裤子，可是因为没有，我有问我妈说要不要买这件，然后她说之后再买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然后我们就是看了什么，然后回想一下，不太看了什么。因为我们就一层一层楼这样逛。薇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明初圣贤之笔。哦，压到我的明初圣贤之笔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明初圣贤之笔。Hello， 王诗涵来捧场。因为我前面就是我们大概12点那边去的，因为我就是因为他3点的时候耶诞市集，我就是为了拖到那个时间。然后我们就去，就每一层都慢慢逛，就是逛一些迷你手看什么一些圣诞节东西啊。然后他反正就是，我告诉我有买一顶圣诞帽，不是，是圣诞节帽，叫圣诞帽，带去，等我一下拿下。
的圣诞帽，我在大创买的。我的圣诞帽呀耶，墙壁有裂缝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他已经太老了。Hello， 草莓讲，因为今天这个地缝蛮大，没关系，大家不用理他。Hello， 提取哥阿翔慕名来。Hello， 斯巴克，看我买的圣诞帽。两顶49元，原本还想买那种圣诞眼镜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价钱，因为它有时候也没有标价，然后要看着日币，然后我就在想要不要去，就是文具店买，比大创买便宜。可是我最后在文具店发现这一顶10块钱，买贵了一点点，应该配合了圣诞节气氛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还吃的。Hello， 变成吸血柠檬，你好，好提取瓜香。Hello，AIKI 慕名而来，没有顺便买胡子，没有，他没有买胡子，他没有买胡子。我想买那个眼镜，你知道吗？很酷，很好笑。Hello， 膝盖帮加红，你好，我们沿途这样。沿途买了什么？让我回想一下，因为它已经星期六事情，差不多记忆都已经忘光了。还有做什么？就是看衣服，然后哦，因为我弟，我还有陪我弟买乐高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法雅克呢，就是有一些就抓的零件，然后我弟就因为我有带我弟，我弟就是因为我有，就是我。熊卖了分给我们钱嘛，然后我们就看他要抓多少，就是他都抓，因为他是称重，所以他抓很轻的那些，然后就等着呢。我那天就是一日妈妈，就是让他自己挑选，然后花他自己钱，没错。下次可不可以变麋鹿？麋鹿嘛，穿麋鹿装是吗？麋鹿装。Hello， 达暴龙米兰 ，Hello， 喇叭吹牛来了。然后我们沿途还吃了一个，就是因为市集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去买手打冰淇淋，这样分一半吃。手打冰淇淋很好吃，新加坡的手打冰淇淋，很喜欢那种市集卖的小吃，真的是超赞。熊妈变熊妹变熊妈，对，因为就是一日妈妈这样。Hello， 乔丹，韦丹村，很赞嘞。Hello， 西蒙来啦，好痛。脚蹦，一听到这首歌，我那天就是看了一个新北，在家里看新北市欢乐夜蛋城直播，因为我发现他竟然有现场直播，真的觉得超赞。然后我就跟着我弟一起看，一起欢呼沉浸在那个气氛里面，很想去现场听他们唱演唱会。好了，我们继续。星期一好像就没有什么，就是跟弟弟一起出门出去玩。那我们分享礼拜日，我觉得礼拜日就是学了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也就是呢，就是我看了我同学的拍摄，第一次看拍摄，那种类似 YouTube 的那种开箱拍摄。然后那一天呢，就是借他们场地，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看他们是怎么拍的，这样子。因为他们是拍那个，拍那这个就是交友软体，然后我就去看他们。我就觉得超好笑，而且那天因为那个完全就是那种专业的，就是有一台摄影机嘛，然后就是还有那种大的那种打光的那种，我觉得好酷，而且那个很重，真的很重。啊，还想听什么？叮，这个，我觉得这首电影很好听。嗯，Hello， 佳明，佳明你好。
Hello 叶温 ，Hello 王威宇君 ，Hello 吴继德将军来破城了。就坐在那边看他们一天，就像要真的开箱，真的很难。嘟 ，Hello， 大家晚安。Hello, hello, 大家好。这网络是好的吗 ？Hello， 上海宅母咪啦 ，Hello， 沙鲁来应援了，嘿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好久没有看熊妹吃东西，因为最近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我之前我原本想说要去买关东煮，就 seven 的关东煮，可是我现在就是。也就是沉迷在那个电视剧那边，其实就没有带了。而且我最近好像，因为我刚才有吃那个，就是菊若，就是我终于去了台南，就是前几天去了台南，就是六日的时候。然后那一天就是因为我想买菊若吃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买了三包，然后还有冰梅这样子。然后刚好吃了冰梅，就好像越来越没有，就是很喜欢吃冰梅。刚才吃起来就觉得酸酸又凉凉的，我觉得它很适合那种喉咙痛的时候就可以吃。原本我们想要在网络订购那个，我还有查了一下，结果那样满就是破一千才免运费。而且因为它只那个传就是传真吗？传真，然后就有点麻烦，就是也不是传真，是那个叫什么现要汇款，对，要汇款，它不能直接就是先去哪里付钱的，信用卡的什么的，所以就没有买，所以刚才直接开去台南买。Hello。T 来应援了，还有李子绝不出过你，还有天气啊更想睡觉，更不想上班来了。Hello Jeff 6106来应援了，天气的熊妹你好，大家晚安。上次看到熊妹是跳企鹅，所以是企鹅熊，对，这个可爱的企鹅小熊，这，然后我们就去，因为他其实路上发现真的越开越多，因为我们都是专门挑那间店，他叫理查核心，可是他现在好像改名了，就是我们买的那间好像有点改名，只是改更长一点。然后因为他其实路上就有三间，然后原本我就先指一间，就不是，就被熊妈臭一下，说现在就是你这种笨蛋才会去买那一间，才会被骗。然后我们就走进，因为他好像，因为我们有点记，就是他的巷子里面。可是我们就是后来，因为他只在附近，我们就后来就找到，然后就买了蜜饯，而且还去买那个就是那种铜碗。上班只能听有来，你就说故事吧，对。我现在就是来说故事，就是我们这六日，今天这六日比较丰富一点，就是比较多人，还没有最丰富，不对，是这六日的行程比较满一点，我们就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前几天的，就是前几天星期日，然后我就去了台南，然后想来分享的故事这样子。准备大学来台北吗？准备大学应该是会，可是。因为我这种很随意，所以不一定看到哪一间大学就想上哪一间。
可是也不一定上得了。现在变成新鲜柠檬上的浴衣一路一直买，没有 ，no， 我们还来到一间干妈店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你知道安平老街有一个卖干妈店，就是以前那种小时候的人在吃的那种，就是你们小时候在吃那种什么那种很。就是那种没有看过，例如说跳跳糖啊，然后那种梅子那种糖果那样，就是卖一些以前的还有戳戳乐这样子。然后我就下面扫一些，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叫汽水糖啊，然后梅子，然后那种鱿鱼丝，那种大片的那种红色的那种鱿鱼丝，然后就去买一点，然后这样买一买，差不多就是也一大包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就回家，因为我最主要就是买蜜梨饯，买蜜梨饯吃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去，因为刚好看那件，然后我们就去买一些可以回家那样啃的那种，就回家了。咦，原本还想去那个皇阿玛的展览，因为他在台南，他现在在台南有那个展，虽然我已经去过，但还是很想去。Hello， 西格帮企鹅是企鹅来捧场了。居然说小妹是本拿过来了解啊？哪有啊？谁会知道他开很多店，然后名字就是一样，比如说酒什么，然后就是那间店这样子，很复杂，告诉你，没人懂好不好？想想还有什么？找个什么歌？高中能毕业再说吧，可以的，一切就在我的掌握之中，你知道吗？掌握之中。现流见古中的枫叶。Hello， 哲米尼木米又来。Hello， Ming 来捧场咯。去谈，其实我们最主要去谈就是去我们阿，就我阿嬷家，我去那边去看阿嬷，然后我们还做了两包柳丁哦，很大包呢，很大包的柳丁，能买的零食来吃，哪买的零食？哪买的零食来吃？因为大部分都是糖果，你看一下。在哪里寻找一波？找不到，我刚才找不到那个我们买的那个小零食，我不知道在哪里，他妈笑死了，没有找到那一袋袋子，所以呢，我就拿那个蜜柚拜拜的方块酥。Hello， 季风亮木棒。Hello， 坤坤。Hello， 季风亮，圣诞帽小妹。对呀，我们要迎接圣诞节去。圣诞节你好变，这不是变哦，这只是变身而已。要变哦。Hello， 红衣舞久不受过你，我刚才找不到那一包。那些我们买的干妈点零食，所以呢，因为我们不能露出这间庙，所以我就拿不完，而且就是因为它我们拿的东西是会掉屑屑的。这是什么可爱的音乐？什么叫什么可爱的音乐？你说刚刚那一首吗？这是现在这个是
BNK 的，刚才是 BNK 那个牛的那个。先装进碗里面。在掉血去，谢谢几佛亮出的心魔一元包，还语音没有帮操作过去。你，不加糖，还有坤坤，就想听别人开。对啊，就刚刚好看到他那个 MV， 然后我就滑了。Hello 选羊 ，Hello 浩毅 ，Hello 子阳，大家 Hello。你把这个放在上面啊。没去高雄看平常看吧，啊，我有看那个瑞丰夜市，好像在瑞丰夜市，但是我不知道瑞丰夜市怎么去。瑞丰夜市是什么？哦，三明加三啊，不对不对，巨蛋站叫瑞丰夜市，应该是。我先卡一下。我找一下，在哪里呀？我在哪里看啊？在瑞丰夜市电视墙，俗成路和南平路交叉口。竹城路和南平路交叉口是什么？可是因为它没有地址，就很难找。竹城路和什么交叉路是哪里？不知道。我去台北看比较简单，因为好像一个是在，好像是离西门町近吗？诚品武昌店，我知道西门町在诚品武昌店在哪里，我知道很近。今年高雄跨年听说很强，兄妹回去看吗？跨年听说很强，真的？是哪里啊？梦时代吗？还是义大？因为我知道义大每年都会放烟火，可是梦时代没有放烟火，我难过。是哪里的演唱会？是演唱会吗？是烟火？我比较想看烟火。演唱会的话，那边好挤啊。现在送的玫瑰，我有点好奇，现在台北比较熟高雄还是熟台北？高雄的话，我就只有那个部分而已；啊，台北的话就是捷运的部分。就是捷运的部分嘛，就是捷运大去哪里就比较熟，例如说公司附近啊，不然就是西门，然后。比较常去的地方是哪里？不然就是我阿姨家附近，好像也还好。里面到多少？六个跨年没活动吗？好像没有，因为六龟很偏僻，通常不会有什么活动。要不然甚至我们也搞个广告庆祝？真的吗？哦，是小湖北，好棒哦！这样子很开心哎。好吧，我先谢谢你们喽。明年生日还很久，好像是水上舞台哦。水上舞台这么强哦，是在水上也办的舞台哦。
在高流那边，说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哦，那个我都还没有去过哎。那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，可是我知道好像很漂亮，因为它在盖的时候，我觉得它那些形状好像蛮漂亮。高雄流行音乐，哎，它有点灯呢，好酷哦！它不在盖完中间，那我看一下图片。广告放在六龟那边，好好呀。高流，高流，高流长什么样子呢？哦，它拍起来。Hello， 水锤，水锤 ，Hello，Hello， 田中豆力王。高流，高流，绚烂似灯，绚烂似灯。它感觉好像那种几何图形那种感觉。放六个，你可以放在三个，三个地方。我那天刚刚进来。嗨，六龟之花！哎呦，六龟之花，你真的是太害羞了。六龟之花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看什么嘞？六龟之花放在六龟会有英雄看。你可以不行，放六龟太少，没办法。没办法让大家看见，我要放去热闹的地方。我突然想到，要去，我刚刚听什么？听这个啊，我来打歌一下，打歌，这个。好吧，那我用 MP3 看好了。Hello， 气到翻白眼，生气糖来领元了。他们好像活动从平安夜搬到跨年哦，所以从12月20日，平安夜是25号，没有25号是平安夜吗？还是是吧？对，25号吧。可以去看看，好酷。可是那他的演唱会是有邀请的谁吗？我要找。不要用 YouTube 看 ，YouTube 都没办法喷出来。二十号，平安夜不是25号，25号是那个圣诞节，对。你可以去高邮脸书看看。好，我等一下来查查看。我现在放个音乐，这个应该就可以。然后这样。参观资讯吗？还是要从他的 FB？ 啊，好漂亮啊！看一下。2021年跨百光年，海港和船是演出的一部分。12月24号到1月3号，高雄爱河湾，让我们以光为名。直播 live。哦，今天有那个歌曲大赛，没有，是12月12号。放什么东西在六龟？放那个熊妹的生日广告墙在六龟，是不是很棒啊？他
谢谢水锤分享直播间，那改放再送你，好让公司人都看得到我，哈哈，好棒啊！演唱会不太清楚，只知道到时候水上舞台超强，可是好像是水上舞台，好像是以光那样而已，他好像没有说他们有演唱会，就是看他打的光吧。因为好像它光很厉害吧，彩色的话。Hello， 你好。水上舞台好像很厉害一样。想看烟火。噔噔噔噔，会不会要演唱会？看一下演唱会。反正我觉得好像好像只能点灯而已。活动快讯。叫什么最新消息？Live 节目公布哦，卢广仲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但是官网好像有点复杂。哎，现在23°C耶。期待有没有机会到高雄？对呀、啊，可是我好像没有看他演唱会什么。嘟嘟嘟嘟嘟嘟。气质。演唱会高手。没有。再高点，这样大家啊，小妹跟自己打仗，很酷呢。不知道，他好像没有演唱会那种东西，目前没有看到演唱会那种东西。现场直播的话就可以看，还没公布吧？会吗？可是通常那种演唱会有嘉宾，但是有那种演唱会，但通常都公布吧？应该不会拖那么久，我觉得目前好像都乐团自己这样对。因为我刚才看活动快讯，通常好像没有演唱会，几乎都是什么乐团、什么乐团这样子。几乎好像都是乐团的表演，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演唱会。熊妹在生中才促销熊妹，促销熊妹指定。对，可以大家指定我的什么圣诞节生写真。谢谢红鹦鹉送的雨衣，哎，他一直在中，还是你那个啊？你怎么会一直挣十倍？什么几倍？十倍、16、17？你是一直狂中奖吗？红鹦鹉，好像他还是跳针啊，因为我一直看他中奖，跳，这样子，七。Hello， 毛里昂。还是我刚才宕机了，还是怎样？他怎么会一直中奖？很奇妙。他开始狂跳，你给我看错了，还中了100倍，才中了100倍啊！所以他100倍有几颗钻石啊？100颗哦。所以刚才呢，他是一直中奖啊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下次我也可以一直中奖就好了。我真只中过一次哎、欸，怎么可以连续中啊？还是刚才根本就没有？现在问他剩多少？200个。
200个啊，这么多、啊。送购一定暂时会连走，真的，哎，很厉害。六，实在是太六了。我想看烟火，不知道梦时代会不会放烟火。梦时代跨年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。哎、欸，我刚才发现梦时代没有跨年演唱会、欸。念给大家听啊，好难过、哦。好了，让我笑。他说，因为疫情嘛，所以他停办了梦时代停办跨年，什么大港桥畔。大港桥畔，大港桥有放烟火吗？我觉得因为他已经取消了跨年演唱会，他好像应该是不会。欸，有停办吗？还是我再研究一下？欸，没有，他是有，还是没有？还是有停办，还是没有停办？因为我刚刚看的是9月26号的新闻，好像没有停办欸。哎、欸，没有停办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还是有停办啊。嗯。啊，这到底有没有停办？还是没有啊？应该是没有吧，因为他写2020年呢、欸。还是没有，可是这个名单好像是上次的，没烟火就留在六龟就好。可是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停办啊。高雄梦时代跨年无人机仪秀接20，可是这是2019年的，嗯，哦没有，他已经改到那个大什么大港那边。是防疫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。谢谢拿铁不加糖送的年度选票，在大港一定都是乐团吧？好像是哟。梦时代跨年暂停一回，可是他说地点有可能改变。好像没有。好像没有哎、欸，你在台北看，我也想看10，来10看。再好演就能看一点。哎、欸，其实我那天有在想，可是我好想，我在想哪里附近，就是因为我只是想看一下那个放烟火，大概放它放出来那样，放出来的那个画面就好，因为一定要赶快走，不然那个节育很多了。等它放完结束后，一定很多了。所以呢，所以我在想说。所以想说什么？没有，所以想说，因为通常跨年不是就有那种
附近有卖吃的那种，就想说是不是都在101附近去买一些东西吃好。Hello， 女冠，女冠 ，Hello。今天怎么变？今天是圣诞节，对不对？还有今天要买圣诞节圣雪针哦。还给你快点新的，所以是没有办，对不对？他是说在那个大港那边。一只大港桥应该是哦。啊，大港桥是在哪里啊？那我研究一下。应该是我有去过，因为我对这个名字有点熟悉。大港桥跨年，妈妈，哎，这是义大有哎、欸，哦，盐城区博尔大义站哦，所以他在博尔附近。原来你就你的有啊，就高雄那边，高雄那边叫大港桥、哦，所以叫博尔附近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不知道。还是我看，还是我就看那个 live 直播。我来看一下义大请的谁。哎，他请的人很厉害呢，有杨丞琳、毕书尽。高雄港市集前，哎，他好像有那个2021年跨百光年码头市集，所以他只有自己大港区，没有。高柳蓬莱舞台，他在写什么？怎么看不懂？我觉得义大太偏僻了，你会去吗？不会，因为我都没有去义大，哎，义大。没有去义大，你知道义大每年都很多，因为它放烟火，所以很多人都会去那边。没去六鬼子跑不可以，嘿嘿。对，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在家看。可是它有四集耶，我看一下它有谁。可是你去看它写的很复杂呢，它有什么蓬莱舞台和高流舞台，所以有高流这个舞台。然后他请的人是灭火器李确的毕书尽新的八三幺，就是你有坐过义大摩天轮吗？没有啊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人，我竟然去，因为我只有去过义大一次。一大一次，然后呢，因为我出去，然后逛街，因为他玩的那个器材，就是他的那个游乐设施上花钱进，就是进去那个门票花钱啊。然后那时候我是国小跟安亲班的人一起玩嘛，可是那时候的胆子比较大一点，而且心脏也够好，所以就玩一些比较厉害一点的吧。虽然我也不记得我玩什么，因为那实在是太久远。然后之后跟我爸妈去，好像只有去过两次吧，然后都是逛他的那个奥莱而已，
没有去玩，因为现在年就是大了，心脏也不够好了。自从那个儿童新乐园那样就不行，我真的觉得不行了。不二就在隔壁当世界，对哦，所以现在胆小，现在不是胆小，现在是心脏不好。而且我那天竟然坐那个云霄飞车，我人生第一次坐云霄飞车。我告诉你，我坐完真的差点吐了呢，因为我全程都低头，因为一开始他升上去的时候，就觉得我已经快不行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头快稳下，我就觉得 Oh my God， 我觉得，而且你知道他飞出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自己快跳起来了，都快飞出去外面了，你知道吗？去找爵哥玩哈，是不是法法有跟他一起回台中？那应该是台中吗？还是不是？还是他们没有？他们没有回台中，不知道。因为我好想去台中 U 字型那个，你说那个我不是，就是那种儿童新乐园，你自己去看儿童新乐园的云霄飞车长什么样子。然后还有玩那个，还有一个我也不行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艺大之前有。然后我玩过，觉得一点都不恐怖，而且很好玩。我还玩了两次，在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玩了两次。然后那一次去玩，它就是一开始会往上，然后它这样旋转，没有它不是旋转，就往上，然后这样转一圈这样子，然后会有高低这样子。然后你知道我吓半死我发现就做完的时候头就已经在晕了。因为我觉得它怎么感觉好像更恐怖了，而且海盗船，我觉得海盗船我也差点要往死，不行啊！现在心脏不行了，就真的不行。我告诉你，真的你会觉得哦，我完全快飞上天，就升天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怎么办？那就不要去打，我告诉你，就不要打，就这样，很简单。那你去找法法，可是法法现在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他们一起去台中跟南投。南投他们去哪里啊？南投什么？我今天说去南投干嘛？哦，宝岛时代村。那时候我去南投是去宝岛时代村。南投苗台彰南苗台哦，苗台彰南屿哦，南投的旁边。最近觉得跟法姐都混在一起，对啊，好像人家在高雄上学，知道吗？被冷落帮 QQ 没有，好不好？还有啊，360度的吗？就是一圈啊，你这样就是没有往上，然后它就这样旋转，然后它是好像会有那个。有高有低吧，然后它是这样斜的那种的啊，反正不行。我是中你玩很大的忠实铁粉，就不出过你好。反正我觉得那时候我快没生病，天旋地转嘛，那个很好玩，好像是吧，应该是记得他名字好像叫天旋地转。反正我觉得那个我心脏快不行，宝岛倒了，对啊，我知道他倒了，所以我有去过一次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把我老打了，那只剩下远命拿了。不是因为我现在都在高雄，然后那天杰星其实又去吃宵夜，然后我跟他说我在高雄。Yes， 哎，现在台北很冷，热死了，看那个温度就吓到了。就在高雄上面 ，It's me， 他们去南投，南投有什么？他们去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可以分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因为我很想去台中。结果因为那时候，因为我想去的时候，通常都是没办法跟高觉在一起的时间，实在是很难过。对啊，找学妹当神器，学妹普里，我知道普里有什么。
突然忘记了啊，有那个菩提有什么？菩提最有名的是那个什么啊？不是酒厂，菩提，鸟居什么？鸟的居住地方吗？鸟居咖啡哦，鸟居气茶食堂。哦，类似神社那种东西吗？南投埔里几点？埔里鸟居气茶食堂，御医体验让人一秒飞日本。哎，这个画面好眼熟，这不是是不是那个啊？就是有穿和服的。然后很像日本的，是不是木曜有去过这个地方啊？还是没有啊？还是哪谁有去过？就是前面那个画面，还是没有？还是我搞错？反正就是乐山寨，可是他那个仿的很像，这样就成照片给你。嗯，完美。酷哦，鸟居。九妹好像不错。Hello， 算什么？不知道呢。Hello， 小天一，小天你好。酷呢。没有一百种，看来不少，不少。这感觉好像蛮好，可是那好像要穿。原来如此，说你好像，说你好，也不爽吧？说你好，也太不爽吧？你好。对，小倩你好，哪有说你好，人家不是搞笑的，不然说 hello， 对，要说 hello， 比较热情一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就是要原汁原味日本？你可以去台南中义国小，中义国小原汁原味，可是它有神社哎，中义国小有神社吗？你知道它就是古老式建筑，对不对？真的有中国小，台南市中西区，中义国小，武则店，哎，我有去过台南的武则店哎。他们的礼堂超日本，就孔庙旁边的佛像。不是，我应该是有经过吧。我有去过孔庙哎，可是这个很眼熟哎，好像有在哪里看过。武则殿礼堂，武则殿什么武则？如果打疫苗可以去整熊面，敢不敢打？打疫苗，敢吧？打疫苗可以去日本，这么好。武则殿什么武则？简称武则。台南林百货，中义国小旁，是不是没有去过啊？还是没有啊？我也不知道呢。
应该也有，我用十八十，你穿浴衣在那边拍，来个熊妹大反击。什么大反击？可是我没有浴衣这种东西，熊妹想去日本，假问题。我也想去日本啊，搞笑。我最想去就是东京迪士尼，先去买一拖拉裤的史蒂型的耶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对，你们多指定熊的事情，他就能去。对呀，可是现在也不能去啊，现在疫情哎，对不对？也不能去，那去买一拖拉裤的史蒂奇维啊，好爽啊！嗯，我也想去，但没钱。我也是。东京迪士尼在哪儿？没有东京迪士尼在日本啊，没有在哪里。兄弟喊好大声！哎，兄弟安静点。我网络断掉。网络关掉了。嗯哼，你把 WiFi 给关掉。怕你我兄弟，你也是，你有没有看过他长什么样？就在他里面，我怕你看，小豆。日本那个城市，就是日本的东京那个城市。熊妹会不会做兄弟？不会。谢谢黄鹦鹉送的雨衣 ，Hello 金佑兄弟这么可爱，可以不要一回来就说他？哪有啊？我因为也没有跟他讲，要大声点，他知不知道在哪里？很远的地方吧。因为这里收音还好。熊妹，你的声音我们真很干，想太多。才不会吓到，就知道，就知道一定讲错，什么就知道一定讲错。笨蛋熊们，东京迪士尼在东京，笨东京迪士尼在哪里？大阪哦。东京迪士尼在东京，笨在东京迪士尼在哪里？不然为什么还叫东京迪士尼？奇怪。大妹。大家惨了啊，尴尬了。他刚才突然停掉了。嗯。他没有跑出来欸。尴尬。我觉得。死定的！啊，怎么这样？他要重来了呢？他刚才停掉，可恶！刚才应该先关播。哦 ，shit！ 哦，那干嘛烧掉啦？写飞机哦！可是可以只播半个小时，不行啊！Oh my god！ 可以不能只播半个小时啊，所以我只能播到七点。七点是七点。
刚断。对，你刚刚有个小时啊。对，我刚才播一个小时啊，从五点播到六点啊。可是因为我只能播一个小时，因为我手机没有电，不能充电，因为充电它也会宕机。我刚才应该关播的，可恶，因为它刚才又太烫了，烧掉，然后它就直接没了。所以你改它是一个半，播到手机自己关掉就算。因为他刚才就是播到自己手机，因为他刚才宕机，然后去想把那个网络关掉，可是我刚才应该先自己先关播的，因为他宕机了。可是我现在又不能先讲，因为我没有另外一个账号。真好的，可是我现在又不能连，我现在不能连网路，现在有多久？等不下去。反正今天就到这里，不行，那我上次就必须要播两个半，所以我至少今天也要先播出一个小时，你这样一个小时，不，我现在开了六分钟，虽然我不知道我刚才几点开播的，哦，好烦哦，我刚才应该先关播的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宕机，因为上次有发生这个状况，只是它还有存在那个证据在，可是这次没了。它只到十四，它只到我几号播了、啊？十号播的那一天而已。你刚才不是五点播了吗？对啊，只有刚才播到六点一个小时，可是已经没有记录啦、啊，所以我要重播一个小时，只是因为没有记录在。然后，哦，而且我没有储存到记忆，我好难过、哦。白痴的手机，笨笨呢，他没有储存到记忆，所以这次比较不幸，因为上次很幸运。我现在好难过。嗯，所以我还是要没有电。不要有人打电话，等一下害我断线。等一下害我八分钟也没，就会生气。而且你今天手机也不行，不是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一定要撑一个小时。可是因为我现在也不能讲啊，因为我现在没有账号，我没有 LINE 可以讲，我没有另外一个手机。嗯，所以打电话好像也没事。师兄啊，可是因为我现在不能接，因为接一定会断，肯定断。因为他没有网，不知道谁有网络可以给我。你再看这附近有没有网络，看看谁可以借用一下我的手机。哎、欸，他现在可以连呢、欸。那我用，我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删这个。现在也可以连呢、欸，还是这个账号？那你可不可以先把这个账号弄掉？然后可以登出吗？那也可以登出吗？可是删除账号的话，删除账号的话还可以登入吗？可是他现在连 WiFi 又连我的、欸，还是我把它关掉？帮我查一下 LINE 删除账号可以恢复吗？
可以恢复吗？我们必须要解决问题。你用电脑传，你就是没有电脑。啊，不能欸，不能删除账号，所以不行。好吧，没有救了，之后再说吧。把网络关掉，家里还有其他电脑吧？家里没有其他电脑，因为家里的啊，好吧，算了，不可以删除，那没办法，你可以登出，但是，可是他刚才没有登出画面啊，他没有登出画面啊，我想要登出，要是可以登出就。啊，没有运气了呐！他的微宝没关系，刚好。好，总算弄好了吗？没有，是总算开播，没有总算弄好。怎么办呢？平板能登出吧？可以登出吗？可是哪里有登出按键？还可以登出就好了。呼吸器好大，我正在努力连吃网。那还不可以登主，这样也没有电话。可是我不知道电话啊。不能登出啊！不能登出，电话。不然还是我读读看一件事情啊，不知道他跑了怎么样，可以，我先来想个办法，等一下。我拿了一台手机看可不可以下载 LINE 这种东西，希望可以。Hello， 一凯，一凯你好。Hello， 谢坤坤，希望可以。拜托，希望你跑得动，我也很感动的。要怎么下载？你拿一台很弱的小手机来帮我解决问题，看他可不可以连到我。我们要冷静解决问题。你查查平板那新增账号就。等我一下哟。
啊，然后吃布丁，宫顶。这是不是？嗯，这怎么查？对啊，平板。反正就是，那也可以，好像把平板的LINE清除记忆体。清除资料，那手机怎么用？算了，先不动它，免得它也坏掉。清楚只有大错，谢谢阿米送的枫叶，恭喜你中20个亮花。不过你对花要先网络备份了。哦，你说把那个程式给删掉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可以再登那个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再登那个账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记得换新手机的时候也是这样啊。就是把那个LINE账号，然后那时候是没有备份，可是东西也是还好。但删除了对话，所以要先备份哦，备份。可是不是可以删除程式吗？啊，是怎么备份？那应该有个备份设定，有更新吗？先看一下这个有没有更新啊，我怕它没有这个功能，没有打开要用申请。哦，它LINE没有更新，我帮你更新。这个LINE没有更新，算了，不要更新好了。备份设定在哪里？移动账号设定，是移动账号设定吗？没有打开，我申请的要移动账号，要先开启移动账号，先要开启移动账号。那如果你变更完嘞，感觉弄那些时间就跑完了，我觉得好像是，可是应该不会，现在6:19。这平板的没有比手机还要简单啊。嗯，他们有一个备份功能，奇怪。
聊天吗？哦，备份聊天记录，马上进行备份。谢谢红鹦鹉送的枫叶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让它进行备份啊，先不用理它。那就看一下，没关系，手机不能删，当然删除的。谢谢阿米送的枫叶，清除字条。啊，那这个账号，这个呢，这个账号是一个平板账号，拿来另存的东西的账号。等一下，把声音给关掉。哎呀，平凡呀，好吧。Hello， 超哥，你好了，草莓酱。哎呦，我想要登新账，好像要删掉重载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可是这个，其实这个删掉也不需要备份，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用处，它就只是拿来传东西一个备份用。所以我好像也可以把它删掉重载，可是因为我像是低数据。看小妹什么表情？看妈妈在用。耶，平板很复杂，因为平板只是拿来看电视用而已。好吧，那我就只能删掉。可是我希望我可以下载的成功，因为我现在是低数据模式，我怕我下载，然后就没有用。那我把它删了。要删吗？哎，还有个新聊天室。老白痴，这不新聊天室。不对，前提是要先把这只的账号备齐。你弄就七点，干脆不要管他了，会吗？不会吧，没关系，就先试试看好了。啊，我把它给删掉了。呵呵，没有在下载。他也在下载，不需要那个密码。就先让他下载吧，不理他。Hello， 我们现在聊天了，慢慢度过这个七点。一切赞赞，不要，我等下处理完的时候呢，结果发现了刚刚播的还有在，那我会整个气扑扑。也可以大胆一点，播到六点半钟下自己下班。可是因为这个也会查得到啊，对不对？够好，网络不稳，应该不要啊，我不想再一次。可是我现在不能不理他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那我们就赶快速速下载完，速速删掉。可是因为这里没有充电头，这里没有充电地方，插插。今天实在是。
拜托啊。可是因为我现在可以连了，可是因为我必须要跳出去到我的 LINE 那边打这个打他的那个验证嘛。可是我怕我现在出去了，等下也会跟上跟刚刚一样就这样，拜拜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各位，我好紧张啊！你就等着先你。嗯，我们要挑战吗？你觉得我要挑战吗？各位，还是我要先把网络关掉？啊，那我挑战你这个。这可是我刚才已经播半个小时，可是假如我再损失到六点半的话，这样卡保险。要播满多久？是吗？因为他这边可以等两个分钟。要冒险精神，不行。他说我们就播六天吧，然后等下。可是我很怕，我等下要先关掉嘛？假如等六点半再喊装死，是吧？是得是吗？不然我就不要录。人生好难啊！爸，那我先不要连网络好了。不然还是就是。等一下讲嘛，可是等一下讲好像有点，没关系，就等一下问问看吧。啊，六点半 OK 啊。熊猫，我白卷你关灯都不看，应该不会。反正我今天是播到七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到七点了啦，对。反正我手机现在剩 40%，40 多%，而播到半个小时的话，大概会剩的20几%，差不多。手机啊，你怎么会宕机啊？怎么会发生那么可怕的事情？哎，我手机现在很烫，不能再滑出去了，所以我现在只能安心的播到七点。那我等一下再，等一下再讲就好。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另外一套手机啊，这害我很想在拿一台有网络的手机，然后有我 LINE 的账号，这样就不用担心，一切万事如意。好了，我选羊，那这台也没有用。嗯，帮他关机，兄弟没网路啊，关机了，家里没 WiFi 其实很奇怪，因为家里不需要 WiFi， 因为有网路啊，网路很好啊。兄弟没网路吗？没有，而且这台手机又会跑不动，因为它已经是很老很老的手机了。而且熊哥不说电脑，熊哥没有电脑。像我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好了，没办法，就算有电脑，他也有自己的账号，我也不能登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用电脑更不会，到时候弄坏他皮嘛。
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安心过去一点，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动。然后可是等一下如果可以顺利关播，有可以截到那个画面就好，我现在就求这个心安。最近运气不好，怎么会发生这么难过的事情？电脑比较容易的，会吗？电脑没有 WiFi 的时候，它可以登录啊。不知道不知道，现在也没有点半了，是不是？不要不要赌，我现在已经把网络关掉，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要赌欸，因为等一下我一定会重关播，可是我一定要先关播然后再跳出去，可是有可能等一下就宕机，而且不能超过五分钟，不然我的笨笨笨我要再重播一次。我不要赌啊，你这种做事要保险一点，就像刚刚我已经有这个记录在，他上次比较幸运还有那个记录在，所以我就很安心，还好就这次没有，应该是我没有直接按叉叉吧，然后它就断播了，它就自己关掉。那它自己关掉，它应该帮我算了。应该有打的，喂，你懂不懂？真的，喂。Hello， 李天天，他有问题对不对？三陈三，手机不能下载。对不起，刚才都不能看大家的留言，我们现在看一下。谢谢鸡尾包说的真情告白。我每家敲有一种刷刷刷的声音，刷刷刷不跟我敲东西，平板又没有好，没关系。Hello， 雀黄鱼，没关系。今天节约好恐怖，都是真的哦。啊，为什么今天都会是的呢？到时候公司问你呢，打给他们看吧。可是因为他是有那个，因为他是有算的。可是假如因为这个程式里面没有算到，所以就算你有那个东西，那个时速也没有算到，所以还是就是还是也没有用，就是这样。还叫他没有记录下来，我好难过，好难过，好难过。反正现在都比较多，其实我刚刚冷静出。第一次笑唱跟笑是什么呢？第一次笑唱呢，就是很紧张嘛，然后也很开心可以看到大姐，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吧，我觉得。就是那种，就是因为是白天嘛，也是在外面，就不是在那种室内的空间，就觉得哦，蛮有感觉的呢，而且还有那种雨天的气氛，你知道吗？那雨天的气氛在，我先来把这五块方块薯给吃，啊，吃个安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Hello， 提取个阿翔，你好。先去吃饭，拜拜，拜拜 ，QK。现在也不能吃饭。晚餐没有，就是刚刚从五点吃到现在的饭快剩，虽然不能去买晚餐，因为没有了。我刚才是六点准时，你看吗？好像不是、欸，
但我今天播到7:05吧，我记得我刚好像不是6点准时，还是6:02，还是播到7:04啊，比较保险点。谢谢 QK 送的枫叶，校长你有怎么介绍？有我有说也好，不是这个熊妹这样子。刚好500熊嘛，啊，我现在不能再动手机，所以也不能，叫什么 Uber 或熊猫。吃饼干的难吃一下吗？跟一样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大家吃什么，反正我现在不想要吃，没有心情吃啊。看起来变成信箱，你们送的语音，你知道我跟熊爸说快过年，快过年了哈，你要换手机是吗？没有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久，然后手机烫，可是我这次还刚一年而已。那你为什么手机会发烫？它也没有到很烂啊，而且它只会它会宕机耶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容量太大？你用哪一个手机啊？我用 X， 它也没有到很烂。到底为什么它会很烫？当初我换手机是因为它手机会发烫，然后会宕机，所以我才换。我才日本品牌。所以呢，结果一年他才这样。就是因为手机容量太，就是它这个程式就是直播就是吃很多流量，然后手机才烫，然后会宕机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日本品牌？不是。是苹果，我有手机用散热器，下次送给你啊。我有手机用散热器，手机用的散热器那么酷。天气变冷后，我手机发烫了，说，还是我本来手机就是开直播自己有时候发烫，然后不能滑出去，不然会宕机。你看宕机上次都有补救成功，然后这次就没有，失败了，好难过。直播很耗电，很耗电，就容易手机烫。嗯，那有什么手机就是直播不会发烫，然后也不会宕机，还是要一个专属直播用的手机？这样是不是比较好？好像比较好，对不对？熊妹你好，你的热点有开着吗？我现在没办法关掉啊，因为我刚才原本想关，然后就宕机，然后就没了。我现在也不能关，因为要跳出去设定，买40000。买40000以上的手机，买40000以上的手机有什么？好贵，40000的手机。不然就是拿一只旧的手机，然后呢，然后就是让它专属直播的，然后你另外一只手机就可以拿来放音乐，拿来听，这样我觉得比较好吧。热点手机超级容易的，可是因为我现在因为刚好有联网了，对，很容易的，因为你又付出了额外的网络给
给他，所以一定会。边直播边用电风扇吹比较凉，可是因为电风扇会有声音啊，会轰这样，所以也不行，这个是错误的方法。要那种不会叫的电风扇，就那种散热器、啊。ASUSROG 风有副风扇。啊，素食哦，啊，素食啊，我去，七七开着热点，热到把手机丢进冰箱，丢进冰箱手机不会坏掉。好，范范 ，ASUSR， 我去，还是那只就可以拿来直播用，找一只可以直播用的，这样我就可以，这样我就可以安心直播。高雄会冷吗？台北今天超冷，高雄不会冷，高雄很热的。台北今天超冷，好冷好冷。好，跟熊妈建议一下了，还是可以拿平板开直播，可是因为他没有网路，又要吃我的网路。那假如用平板开直播，然后他是连 WiFi 的话，他是不是也不一定会跑得动啊？刚赶到家，还好还没关。对呀、啊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，凡凡。看人都没回影片，熊妹讨论赞。我想应该研究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好，等我有另外一台可以直播东西的就好。还是用电脑直播，不是电脑直播，有时候我会宕机，网络会宕机。我觉得直播应该要看你平板的效能，平板的效能哦，我平板你，可是这个平板，可是我不可能把这个平板拿走，因为这样认真说浪很容易发热失效。今日到几点？今日到七点，最多七没有七点零四，我怕我没有播到一个小时，这样子。平板面积大，散热比较好，所以那我要再去这台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这台，这台应该是 iPad Plus 还是什么？还是 Plus？ 是吗？不知道。我光是看直播，相信手机都会发，真的。我看看直播真的是会发，它是。那要怎么办呢？所以要用平板直播会比较好，还是用电脑？可是我之前有用电脑看浪直播，我觉得我的电脑更容易发烫，大概很快就发烫了。然后我手机也跟着发烫，因为手机我要连网络给他。如果有壳的话，通常裸机散热比较好。裸机哦，可是因为它不是壳哎、欸，因为那只是一个。键盘它没有壳，它的壳就是保护贴，所以它的散热一定很好，对不对？保护贴而已，没有壳。好吧，看来只能再升一台。手机好像有点太弱，电脑也不能，电脑怕我到时候每次开直播，电脑马上就烧掉了，所以还是要升一台平板啊。就这么对了。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平板比较少过热，嗯，所以那比较买平板。有没有？你的电脑是笔电吗？对，我的电脑是笔电啊，不啰嗦嘛。可是平板要买什么啊？买什么比较好啊？嘿嘿，因为我今天有去看平板，最便宜有一台是十万。是十万吗？还是一万？十万，10800，可是19000。笔电有外接散热器哦，有外接散热器哦。笔电，不好意思，不是有，笔电有外接散热器哦。笔电就笔电那个、啊、那个洞会散热的，而且它很吵哎、欸，一万吧，一万，对，一万有这么便宜？一万平板电脑。你们，你不是有了没有？因为这台我不能
这还是不能带走。哎，个人觉得三星还不错，真的，10万吗？好像不是10万吧，10万 iPad Pro 买几台呢？所以是一万，10800，对，一万，应该是一万。个人觉得三星还不错，反正我现在就是求一个不要宕机，然后也不要太容易发烫。可是我正在想，假如我连用手机连 WiFi 的话，它会不会宕机？会不会网路不稳这样子？十万便宜，不是10万，10万贵，10万都可以买 iPad Pro 全部顶配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也是拜拜那三名。没有，我说十万，我也在想十万是十万吗？应该不会这么贵吧？10万可以买？哦，对，10万可以。1万，赶紧去买。三星，还是买三星？三星一定会比较便宜。嗯，但现在不可能买。是不是？思考一下，10000应该就买到了吧？一万，过年，10万可以包一部，10万可以包一部了，这么有趣。好，那我10万包一部。我现在不敢看我的奇葩店，我好害怕，我怕滑了。奇葩。我直播玩到烂我手机，现在平板选手好像也不太……我本来想卖 Mac Pro 主音的，结果弄一弄快8万，8万元不敢买，8万元欸，好贵哦！为什么你做什么东西弄一弄要8万元？还是你过年会档期比较多，而且还有一些优惠。我应该说等过年吧，因为现在就是圣诞节有，可是不一定会比较多，但就不能贵死。不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，不要用品牌，是在哪一台手机呢？在用手机会比较好吗？还是在用平板？如果用来直播的话，就是专门直播用，它没有用途。苹果税，唉，谁要去国外？还是免税店用免税店？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不然这个真的是太恐怖。唉 ，iPad Pro 的是。Live APP 还是手机界面啊？现阶段还是不建议购买。还是手机界面。团员都用 Mac 哎、欸，只有我用 Windows， 所以本来想说买一台 Mac。买呀、啊、，iPad Pro 让 APP 还是手机界面？手机界面，我这个是什么界面啊？手机界面是直的那一种吗？要怎么分辨什么是手机界面？就长得跟手机的界面一模一样，就叫手机界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三星的 TABS7 或是 S6 Life 好了，你说你推荐的吗？好用的吗？那我截图啊，大家上网查一下哈。快8万呀，兄弟买给我，我不可能买给你，想太多。我现在要解决这个困难，都已经很难。就只是同界面放大，对，我刚才看一下，好像是一模一样。我手机是用 Sony XPERIA 5，我觉得挺好用，真的。听着熊妹的声音在节目讲睡着，是我的声音不够大声吗？怎么会睡着嘞？还是太无趣了？你要跟圣诞老公公学，跟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老公公又不会真的送我一台，对不对？
对不对？不然我教你好了，小倩，你不是要买 Make 吗？你知道有时候苹果不是有那种特卖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可能是那种瑕疵机，就是可是瑕疵不一定是那种很明显瑕疵，不然就是那种那个展示机，很便宜。告诉你，跟熊爸许愿，咪跟熊爸许愿，嗯，福利品啊，对对对，可是因为有时候你可以看你运气，咪他姐妈的声音我都能听到睡着，真的哦，福利品啊，对，福利品展示机，不然就是瑕疵，可是瑕疵通常有些不是那种很大瑕疵，就是也还好。手机还是用 ROG Phone 好，有自带电风扇。好，那你觉得是要买手机还是平板好呢？我觉得，看我在想，展示机要选买，就是那个啊。例如说，有时候门市就是 App Store， 有时候门市就会有那个活动，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有那个，之前我有看过有那个苹果的，你可以上网查吧。圣诞老公公要台湾要隔离14天，独眼，所以他们也不会来。你可以去看看，你可以去 follow 一下，可以去询问，说不定会比较便宜。可是我也没有买过。好像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会去、欸。很很棒，对。我应该会去比较哪一个比较实际，就是比较花比较少钱。好吧，好，我存好钱才去买。好啊，是不是很感动？我推荐你这个，是不是很棒啊？圣诞老公公北极来的没疫情，我XPERIAR 和50000都买福利，瞬间省了，iPhone 啦 ，iPhone， 哎 ，iPhone 怎么拼 ？XP， 突然不会念，没想到熊妹可以帮我解决问题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的平板呢，也是在那边买的，可是我们拿到只是。就是那其实根本也没有瑕疵呢，就只是一个光点而已，可是我们也看不出来是哪里，所以就还好，因为很便宜，基本上算是还不错。XPERIA 它的背板是玻璃，突然凶起来，不要凶凶，没有，不知道它干嘛，可是我很怕它蹦出来，这样没有凶。我是不知道还干嘛，然后他又不会讲话，啊、哦，人生煎熬，没关系，我就去货比三家，然后我可以建议你去这种特卖会比较便宜，可以省很多。XPERIAR， 你可以尝试英文拼音吗？我不知道怎么打注音给你，就叉啊。Pair， 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耶、欸。呀，连那个说车都在叫。Hello， 浩毅 ，Pai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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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P
那种金融就脱窗平板好了，但是你知道他现在有那个收起，有那个展开聊天室，所以眼睛不会脱窗。X，P E R，P E I 怎么念啊？P
索尼手机型号叫，哦，它是索尼手机的型号。索尼，索尼，索尼的东西多少钱？啊，我知道，我想起来。The Racing Tab S10，蛮多好评也评，真的哦，闪送 The Racing Tab。反正我全部就去看吧，反正我只要那种便宜一点，对啊，因为它的工图就是直播用的而已，我应该不会拿它来滑手机。Hello， 陆克，绝不错过你。怎么办？它剩一点点电，我猜它现在只有20几%。我用目测值来看的话，可是我现在不敢滑，因为它一定会宕机。我再帮你看它有没有弹。还是他7:04，加油，可以的，手机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 ！Hello， 许贝贝，完美，就不出过你，完蛋，因为比我深，我现在就联想不到你那是什么东西，等我会念，我就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而我现在比较一心二用，因为我比较固定，这应该有30、20。反正不要超过10就好。现在要播到没电，播到没电，我好像就不能截图了，又要 again， 不行。可是我觉得有7点，我不知道我刚才几点播欸。你们知道我刚才几点开播的吗？是6点还是6:02啊？配超来摆放来播，还是播到7:03？还是7:03，我没注意，我也没有注意耶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一定不是6点，对，我记得好像，我记得好像不是6点，没电子模管不了变，那也是，对呀，怎么办呢？我不是要把时间都播完，不行啊，不能播一个半小时。我现在手机不能充电呢，那充电就会宕机。而且这里附近没有插头，充电会宕机耶。整数播到8点吧？没有，我刚才从6点，没有，我刚才从5点播到6点，然后6点应该手机宕机了，然后它就重来，所以我要必须从6点播到7点，因为刚刚好1个小时，因为手机不能。插电，因为插电你就会宕掉，都是经过屡次的这个经验来说，不知道，所以我就不敢充电。行充，你确定行充可以？你行充本呢？你有本单有充，我断播，我会找你算账。你的行充，是说你很少直播东西？确定可以？这什么？这个谁给你？我这会充，那就没电。来，你可以行充哦。那人家手机就拿我的弄。啊！可是遇到这样子，我先充电哦，会有点晃哦，各位。我充了哦。要充吗？真的要充。应该没有差吧，所以我觉得行充被宕机。烫啊！好嘞，哦，充嘞，我充了哦，不要宕机了。那我们还是要播到7:30。现在7点，还是顺利的话，我就播完1个半小时就好了。对啊，都那么烫啊，那我们就直接播到1个半小时好了。哎，我派给你一个任务，你有没有纸？我拿纸给你。啊，我拿，我写在这里。等一下，那我就播到7:30。
是你的。啊，这个先拿着。然后呢？你确定这个两格的行动充可以吗？没有的话，我那个房间里面还有个行动充。等我一下哦，给你一个小时吗？可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不要一个小时，因为这样我到时候心情有吗？要一个小时吗？还是直接播完？因为也差半个小时而已啊，因为半个小时只要聊个天就好，算我还是一次播完，反正我现在可以充电，网络也很好，一切就安好。我们难得可以这样聊很久，你就下次补妆吧。你跟他也不是很好的朋友，你跟他是不是很好的朋友？对呀，可是因为下次什么时候？星期四，可以的。可是因为我就想一次补完，就不想再，明天下次又发生这种事情。就很生气，又要在。其实我觉得一次不玩好，可是我觉得应该可以，因为你还剩下超难的，算上个熊婴儿，因为我刚刚都没办法跟大家聊天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要又太热当掉，应该是不会，就不要什么都不要动就好了，这样子我觉得。哎，你等下帮我把这个拿出去，谢谢。然后再擦一个手。因为刚才都在处理那种大事情，大概有混，然后我刚才也在讨论，所以就是平板这样子。现在顺顺就给他顺顺的概念，对，我们现在就给他顺顺，因为他现在就是只是刚才只滑出去了，可是因为刚才是有连接到 WiFi 这样子，然后我刚才现在都没有，所以应该是还，而且又有充电，应该是还好啊。这次可以充电，是我不太敢，因为有时候会断电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就顺顺的播，顺顺的用。我们就喜欢挑战。反正我想播超过一小时，现在手机已经出过事，你还敢？对呀、啊。好了，我要回大家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顺顺。其实熊妹之后可以一个半小时，感觉聊得比较刚好。什么叫觉得熊妹之后可以一个半小时？可是我算是一小时，可是我现在就很想不完，我现在就想要顺顺，要顺顺买乖乖比较有用，吃乖乖嘛是吗？喝拿铁不加糖，到时候又没记录就惨了。不会吧？直播开直播时间一个半小时，等下会有谁播吗？法法吗？还是谁？我竟然，我怎么？啊！我印象你都不会跟，然后才聊开就
就乱搞，我现在太慢，你比较准时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安安，真的，因为你都没有准时啊，对不对？才聊开来就要关，没有，就突然有个话聊，对不对？还有蠢蠢莫名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顺顺的过，顺顺的慢，就一个半小时就过了，现在还剩下24分钟，所以还好。反正我现在还有两个，我差点忘记我是睡死，对不对？要赶回家有点难。你说你要赶回家吗？是吗？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你回家了吗？哦，你说你平常下班时候要赶回家很难，是因为我今天就是有延播，你们才看到是吗？对不对 ？Understand。可是我之后，可是我们来挑战一次早上开播，大概8点，八点会有很多人看的。我觉得7点好早，还是7点半？没错，6点，因为我觉得晚上通常人比较多，然后就没有看。是说五块兄弟该不是小厂？五块兄弟，你说查查查查没有再来啦、啊？查查已经完全消失了。然后你新的就是偶尔吧，可是也不一定常来，这样子没有错，没有错的是。没关系，就顺顺过去。我们现在施魔法。闻啊闻啊，一路闻下去啊，这样子。其实是泡网咖，泡太晚，真的哦。原来你可以泡网咖，原来如此。你要去那个吗？网咖是吗？哦，网咖就那个 party 啊，那种那种像西，就是那种哦，电竞网咖是，突然忘记网咖什么。我有进去过一次网咖。可是网咖好像蛮不错的，是那种可以看书的那种漫画网咖吗？还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他们都去追其他团，真的。其他团，原来，我在跟朋友去网咖，一边打游戏一边听你们直播。原来，那你知道会不会一心二用？一下子啊，他在讲什么？一下子要打游戏，好吗？好吗？这样子，这个可以不用说。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单主玩电脑、玩卡、电竞设备。嗯，原来如此，所以就是只有电竞而已。我之前有看过有个电竞旅馆，就可以住，可以住宿舍。我现在有一件很想想事。就是你想要上厕所，因为刚才喝太多水水了。再看，那我就请小兔子来帮我带一下。可是小兔子，然后小兔子又站不太起来。哎，啊，你拿着小兔兔，啊，不行。OK， 要请小兔出来代播。小兔兔啊，小兔兔没办法站，你怎么办？还是请谁啊？还有谁可以帮我代播？其实没有用。哎，给我。那我们请老一号代播啊。因为它比较大只，可以放那里蹲啊，它比较长啊，大家不好意思，你再帮我带一步。
认识大家。网络连接失败，你有没有偷连网络啊？嗯，对啊，你刚才打什么？赶快，你帮我讲，不要乱，我看，给我看你刚才打，给我拿来啊。那你也一直长毛猩猩，哎，长毛猩猩。什么星星？因为我现在因为长毛星星不够高，啊！哎呦喂，当！啊，吓死我！不要再给我当了！为什么看看我看一回来发现网络不稳，刚好断掉嘛，千万不要，不然我也哦，我也觉得今天运气不好。为我朋友起步步，我一直打到一半跳出来，有点啊，原来如此，哦，电锯人中立人，我超想去。对啊，我觉得很酷，很赞呢，对不对？老皮你好，老皮很大只，是说我合照会比你的星星，是指你可以拿星星写一写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刚刚很稳，那为什么他突然电脑网路不稳定这样子？哦，叫你先去不要。啊！是谁啦？你给我干嘛？你笑死了！等一下四 G 没有，刚才又有人打电话给我，然后我刚才，原来他是手机铃，我现在就是我派这个任务就我的这个叫啊。算了，没关系。QK 男子来了，好吧。大家好，你们好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你说这样我也后来是不是累的？我当时看有点感觉累了，也好，因为就是比较着急的话，就是也还好啊，还好啦，还好啦，好了，鼓掌，为慕名而来，而且我们现在就顺顺的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好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来，啊，我们事情要解决。啊，我们现在应该是没有看到你后来跟柯基米娜笑开怀，我才比较放心一点。嗯，笑开怀，其实还好，没有累。应该是在偷懒，没有，我没在偷懒吧？我在上班，没在偷懒。Hello， 在此拜个晚年，慕名而来。Hello， 小白兔 ，Hello， 勇哥，你后来不是有合照吗？对呀、啊，没有，其实那不是后来，那是我们在等合照，因为我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也不知道做什么，然后就是，所以就在。所以我们就一起拍照，拍我们吃饭大队的合照。啊，小妹那天都跟我跳舞，对呀，我们在 Dancing Girl。小妹跨年也有想过要怎么过吗？有吧，就是我想去看跨年演唱，可是我不确定我那天会不会就是那个礼拜我不会待在台北，因为也快要公演嘛，对不对？
然后我在想说，如果在台北的话，就是我想去看一零。可是我那一次那时候我有问明南，可是我不知道会那天会不会下雨或者什么的，跨年天会有下雨。然后我问明南说要不要去，可是他说如果下雨的话，还有可能不会去。然后我有问杰星，只是杰星没有理我而已。然后之前我有问过高文爵，可是高文爵不知道，他说一个人他会回台中也说不定，可是他已经先回台中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结果你不会信心变动，我没有跳过这首歌，你知道没？详细的不知道，你有没有在听？台北这一些东西，对啊，可是下雨看烟火就没有 feel， 因为会起雾，起雾的烟火我就不喜欢，而且下很大话，我宁愿在家看电视直播就好。你是不是还没有去过音乐家？没有，没有去过，去不了。原本都想去，只是。都没办法。都没办法。感觉下雨几率蛮高。对，我也觉得，而且因为它一直会有那个冷气团过来这样子。我想说算了这样子。在家最爽，真的。你都没有邀请别人去你家了。邀请我去你知道高雄你知道吗？甚至你跟法法的云姐约好，结果没有去成。但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去成？到底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法法要回去，然后对啊，我们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去成呢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后来那时候法法他说他没有去，然后。还是那时候我们都各自回家了。看主播吃麦当劳喝热饮料多么好，好像也不错，感觉很棒。可是就是想要近距离看一零的烟火，可是假如下雨起雾的话就没有那感觉。嗯，好难过。Hello， 戴戴与布丁零距离烟。我很想呀，但是爸爸好像有事情要回家。对啊。然后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没有去成。等明年想去义大新的百货公司，我知道异想天地，异想天地。明年3月20号开始试营运，而且他的那个招商好像很厉害，就是里面的店好像很强。这样子。所以很想要逛逛看，很期待你们一起去你的家一起逛逛。对呀，没办法，去不了。我们好像都没办法去，因为好像都通常都是我回家，然后他就突然间回家了，然后他就回家，然后我们就出库。对，通常我回家，然后他好像也差不多回家这样子。不然就是我在高雄，然后他已经在台中，所以很难很难的结果。可是呢，因为那时候就是2月的时候，就是我同学呢有跟我说他想要去台中看那个阿玛，就是2月那边吧。可是我也不确定会不会去，看我去台中很快。对啊，不知道。我很想去一中街，然后台中有什么？就想去一中街，就想去一中街而已。嗯，都没有人约我去耶诞城走走来应援了。真的没人约你去耶诞城，没关系，一中就有过，高中就逛了。真的哦，阿爷人家没有逛过，就想逛啊，就想体验一下大家所说的一中街，你知道吗？一中街。
宇宙街，他的龙龙啊，我也想去耶诞城。哎，没有，现在还好。对，耶诞城，我想要去那个，因为我昨天发现那个台北统一时代百货有那个 Life Friend 的那种个，就是 Life Friend 的那个一个派对时跟可以拍照的地方，而且还有那个周边啊，觉得好想要去。那中间你要去买多多茶坊的饮料，嗯，多多茶坊也不赖呢。我今天播到了32好了，还是30应该够，我觉得不够34好了。突然想到，拜读第二一个本，因为中间一定要去买多多茶坊的。Hello， 尚恩，久不出过你啊，今天其实我也播了2.5小时欸，就等于我一周的直播量欸，好厉害哦。Hello， 一晨来捧场了，之前去屏东的一段时间，嗯，蛮想要去的。欸，我自己体验2.5小时的直播也好厉害哦，等于一周的直播播完。多多茶坊有神秘饮料，要自己跟老板说才可以 Google 查，还是你可以跟老板说我要神秘饮料，他说明就给你。第一次播那么久，没有，是第二次，之前有一次我自己全播完，掌声鼓鼓，这是第二次。因为第一次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拍，也没有时间，所以就一次播完。可是上次播的时候觉得好久好久，真的好久。可是这次播的话就还好。也应该是觉得啊，算了，因为心境不一样，一个是都没有发生问题，一个是发生了1小时播的这个问题，那个心境不一样。他神明呢有很多偏向，但是现在才能看不到。嗯，原来如此。原来如此，下次可以去体验看。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去台中，不一定的事情，不一定的事情。哎，咦，尤卡拉达拉拉哒哒哒。最近我发现我这个月的运气好像没有很。对，看来我必须要去拜拜一下会比较好。对对，没有错。Hello， 鸡尾巴，他们有神秘让我推荐秘密这个饮料。好，秘密这个饮料，所以那个名字就说我要秘密这个饮料是吗？秘密，哇，这个秘密的这个饮料还好笑啊，你可能笨小青大神，我不要拜你，什么小青大神，不行，为什么？那就跟老板说要一杯秘密，那一杯秘密是什么特调吗？是你没有加什么，可以透露一下吗？我要一杯秘密，我要2杯秘密，我要3杯、4杯、5杯秘密。当当，我要1杯秘密，我要6杯秘密，我要3杯秘密。啦啦，我的痔疮区没有问题。哎 ，Hello， 双眼，莫名而来，假不错过年。今天。嗯，那行，可乐、芒果冰沙、椰果的特调。我想喝芒果冰沙，芒果冰沙感觉很好喝，很好喝。因为没办法吃晚餐，也没有晚餐可以吃。
滴哒哒哒，小蜜有喝过 QQ 奶奶奶，好喝到咩补茶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喝过。这次你是有跟我讲那个 QQ 奶奶好喝到咩补茶，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我还去查一下是个奶茶名，可是我没有喝过。核废料的话，我没记错是绿豆冰沙跟其他营养特调喝会补。嗯，绿豆冰沙，我先把这个老题放回去。哎呀，调个角度。耶耶，呜嘟嘟嘟，哒啦啦，哒啦哒啦。现在就网络很稳，实在是令人流泪呀。总之你要先截取一种研究，也就是要去读读它。OK， 没问题，剩下的可以上网查到。好哩，好哩，好哩。Hello， 大象刷梦明来。嗯，居然还开着。对啊，你们都去吃晚餐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看到7:34，还7:33，应该有一个半了吧？到底干几点开播啊？为了小 V 脸，秘密，我国高中只要20，现在涨价20，25很便宜呢，25就等于我喝一杯抹茶的金萱，金萱什么茶？现在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，啊，今天好厉害！对，我今天播了我一周的量，我也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。我已经有点佩服我自己，超级便宜的，而且很好喝。嗯，1922年，你说1922年的时候是20块吗？很便宜的，1922年，离我好遥远。居然还在，不一样。所以到底现在有谁播啊？我很好奇，现在有谁播？来分享一下。1922是帮你更新，1922是帮你更新吗？是吗？对啊，1922是帮你更新，我知道。谢谢拿铁不加糖分享直播间，现在有法法安安，可以下去找法法跟安安。是这样的吗？没关系，我现在就自己慢慢的播，慢慢的播，播。Hello， 五本二来捧场了。Hello， 春春，应该就他们俩。哦，那两个还好。播，慢慢的播，播起来的播。神力女超人，神力女超人那个电影好像蛮好看的。咻，咻，慢慢的播，慢慢的播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跳针跳针跳针。就我想该有40%点，哎，他的行动车很厉害，好像现在还有两个，我上次借别人充嘛，他就只剩下马上弄掉了两个，很厉害。再补个7:30，可是我7:30好像不够，因为应该补到，因为我不是准时6点开，所以没有一个半，应该要6点。7:33吧，或34分。我不想待会播吧，看哦，没有一个半小时，没有时速的确定。Give me the
Good. 噔噔噔噔，先摸一下手机。哎，手机好像没有那么烫，只是它已经刚才三十五分表。好吧，三十五分都可以，因为我已经播了一周的份，所以已经心平气和。我现在在做摇摇椅，摇摇椅。这还好，熊妹有去过赵瑶园逛过吗？以前日治时代的古迹。没有哎、欸，赵瑶园，赵瑶园是什么啊？没有听过。秘境突破之墓，我也觉得我突破之墓。突破之墓。赵瑶园啊，好像蛮厉害的东西。日治时代的话，嘟嘟嘟嘟嘟，巴拉巴拉啦，眼睛真大。很美，很漂亮 ，so beautiful。Beautiful love， 啦啦啦啦，嘟嘟嘟嘟嘟，叭叭叭叭叭，还剩四分，还剩四分，三十四啊，三十五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先来聊个天，我们先来公关时间，工商时间，工商时间，欢迎大家呢可以来看我的 baby， 欢迎大家可以预购我的圣诞。深写真哦，啦啦啦啦啦，嗯 ，yes， 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推销一些有关身心的用品，我回去会努力研究看看，然后就等一下就等手机充饱电，我就来研究看看要买什么东西会比较好，要买哪一个牌子比较好，我会高雄有什么一定要做吗？有什么一定要做吗？有啊，就是。找同学啊，然后就刚好就是也有帮到他们拍片，然后想哦，好有荣幸、啊呵呵，这样子就回去来玩。赵瑶园，赵瑶园是以前日治时代日本医生研究所，最近开放参观。嗯，原来如此，还在博对啊。比如说一定要买什么吃过试试看，有啊，就是要买蒟蒻啊，就是命贱的蒟蒻，我买了三包耶、yeah。可是他在台南，也不是就是比较近，就是开车，然后回家吃个饭，这是最主要目的。拍手片，那你看到？嗯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那不是我的东西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只知道他们要拍片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放在哪里。I don't know. Hello, DJ Y 慕名而来。我都吃完便当，你吃完便当了，太夸张了！不要跟我讲那种吃的，我现在也想吃。哎呦，三十五分嘞，那我要跟大家说拜拜喽！欢迎大家来预购我的生写真，圣诞节生写真哦。耶、yeah ！我今天。三十五分了，还会再去买阿良香鸡排、啊、不会吃香鸡排，因为它是炸的，不能吃炸的。拜拜，大家辛苦了，撒油男啊，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两个半小时的直播。熊妹知道 Mina 中午都吃什么吗？在公司的时候 ，Mina 中午，你就今天吗？我今天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中午吃什么、欸。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。